们白球找不到。走。要不要先下去吧？嗯。真的可以做。呀。温泉。这一次吧。这有两只哦，蜈蚣，还有蜈蚣，可能是蜈蚣来的。这边还有一只，冲！冲！冲油上。嗯，慢一点，慢点。让开，让开。这样不走，那边走。那个什么都有红蚂蚁。可以先坐一会儿。哼哼，没有坐，我爸坐。看了几两只银妹的狮子了，这边一只是吗？不是，这边这边。啊，走，走起，走起。要做每天都要穿，哇，一百只的，如果。
百只，你就是一只鸟了。很多蚊子的一灯，我知道。你小心不给蚊子咬。这还在你啊？有有有。哇，很大只哎！哎呦，它爬进去了。啊，爬住了，爬住了。爸爸爬住了。来来，走走，再来吧。去哪里了？你手上面没有哎。那个，哇，我已经。我已经可以抓蚯蚓呀，用手来抓。几只嘞？应该六只。三个呢。这边六只，这边一只，看到。去那边，你左边。哎呀，有一个。油油的，别扯了，还挺积极的。黑子，那边，对呀，他差一点要刺我手。昨天呢、啊，我们看到无形了，我们挖这里啊。奶奶，爸爸看蜈蚣，他想闪开喽，因为蜈蚣。黑色的蜈蚣，还是要抓，因为你每天都要 practice 到一个程度时候，也是要 practice 的，才可以卖嘴的呢。Thank you.